如果你和我一样懒得不行了，今天这一道你一定要学会。有很多人出去吃饭都觉得外面的牛肉特别嫩，关键就在于一定要加水，抓匀了之后再分次加入鸡蛋、淀粉、油。煮好的米饭码上肥牛，中间留个洞，再焖十分钟。配方在屏幕上，味道就是煲仔饭料汁的味道。打一个蛋，再焖五分钟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做杯好喝的。QQ 糖用绿茶水化开，凝固了之后倒上椰汁，搅散了就可以开始喝了。时间刚刚好，这个时候鸡蛋还是溏心的状态，淋上料汁，撒上葱花，翻拌均匀。你们看，我们两个人能解决到这么大一锅，你就知道有多好吃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